解冻，然后给它洗干净，这种 flounder 酸菜，把鱼切成薄片，你要给它控干水，给这鱼片上薄薄的撒上一层淀粉，切好的酸菜给它控一下水，来点油把这个葱花给它炒香，把控好水的酸菜一起放进来炒，炒到出香味了，直接加滚水，鱼片儿放进来，这个鱼汤熟得特别快，自个儿调个味道，最后来一点香油，淋点香菜，可以出锅了。这是一道特容易做而且味道又特别鲜美的汤，这鱼肉特滑嫩。